你是不是喜欢上俊满意了？你不是你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他那个打扮呢？我讨厌他还来不及呢。那你为什么如此反常？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啊？哎呀，我都说了，昨天就是。 就是我不小心走夜路的时候掉水里了，你别再问了，我不可能会对梅三少有任何感觉的。但愿如此吧，毕竟这梅三少是皇上指婚给郡主的，他一回来你就要还给他了。没错，我们一开始就商量好了，我知道。 闺女，哎呀，你可担心死我了！来来来，快坐坐坐。何大叔，你最近身体怎么样？我身体多好啊！哎，那个，你们怎么样？南霸天倒是答应不娶我了。啊，好事好事。可是他的要求是让小宝抓到叶灵霞。哎呀，叶灵霞呀，这叶灵霞武功高超，抓她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儿。是啊，小宝之前几次出手都失败了。 这次差一点就不能全身而退，我主要是觉得吧，叶灵霞她是个好人，我不想因为我自己的事情去连累她。哦，那个，我问你件事啊，小宝受伤了？哦，好，好，哎，小宝受伤，就说明他们最近没有行动，咱们得借此机会逃出去。之前的几次逃跑都失败了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 你知道你为什么失败吗？为什么？我也是这次来山寨才知道，他们这山寨外头有一个迷阵，所以说根本就跑不出去。迷阵？既然是迷阵的话，我们去找到这阵法的图纸不就能出去了？关键是图纸在哪儿啊？何大叔，啊，这图纸关系到青龙寨的生死存亡，啊，必定有南霸天贴身保管。不如我去找找。对。 你去找南霸天，不行不行，他危险，他危险，得重新找个人下手。那我去找南湘。你疯了？南湘巴不得弄死你，你现在这会儿去，不就是送死吗？那何大叔现在没有其他办法了呀？南霸天这几天不在山寨，我去公看南湘。不在山寨还行。哎，那你好了没有啊？你们？哎，好，马上就好啊。 何大叔，你相信我。那你注意安全啊！好，别，你好好保重啊！哎，我知道了啊，你也保重啊！帮我好自己啊！来来来来，下下下下下下，来来来，小姐，来来来，哎哎，段小姐，你来干什么呀？我想来跟你交个朋友。怎么活腻歪了？我警告你啊，留言点。 哦，你看我都手早就好了，我的病早就好了。你再这样针对我的话，你知道小宝可是会越来越讨厌你的。小宝讨不讨厌我是我的事儿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嗯，我能让小宝爱上你。嗯嗯，走啊！走啊！走啊！哎哎，弄我这……你确定你没骗我？你为什么要帮我？ 反正我迟早是要嫁给你爹的，我不想一直跟你这样针锋相对，就不如趁现在，你帮帮我，我也帮帮你。那，你有把握让小宝爱上我？如果我们能化敌为友，和平相处，他一定会很开心的，而且他还会觉得你宽厚大度，一定会对你有好感。鬼话！我和小宝从小一起长大，他若想喜欢我，早就喜欢我，还用得着等到现在？ 那你看啊，我跟他接触才没几日吧，他便对我有了好感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是可以帮你的。嗯，好，那从现在开始，我保护你，你让小宝爱上我。嗯，哎。
这都是男人用的首饰，我们女人之间只要拉拉手就可以了。哎，我跟你只是利益关系，少碰我。我既然已经答应你帮你赢得小宝的心了，那你从今以后就要听我的。你嘛，太没有女人味了。小宝要的是一个温柔的媳妇儿，又不是一个陪他打打杀杀的兄弟。你来吧，跟我走，保持微笑。嗯，走吧。来来来，慢点啊！来啊！就是。哎呀，你怎么了？你看。你想要学什么跟我说就是了，我教你。我只想学小宝喜欢的，他一定会喜欢你的。想想啊，怎么居然这样？你们是什么情况？我不是没睡醒吧？你没事赶紧掐我干什么呀？看来不是梦啊。小宝，你昨天休息的怎么样？还行。小宝，你没事吧？你过来，我跟你说件事。南湘他是不是又欺负你了？没有。你不用怕，他要欺负你，你就告诉我。真没有。那你们两个什么情况？我这每天在山寨担惊受怕的，我多个朋友总比多个敌人强吧？也是啊。反正你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支持你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把叶灵霞抓回来，就不怕义父。我知道你不喜欢听我说要抓叶灵霞这种事，但是吧，我觉得……哎呀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把身体养好，其他的什么都别想。嗯。你们聊什么呢？没聊什么。你们去吧，该忙什么忙什么吧。去，走，去，我们去我房间说。走。哎呀，你说你的女人都学会自保了，小宝吧，小宝，你也得争口气。这条街很好看吗？司徒大哥，好巧啊！你也来吃馄饨吗？是啊，闲来无事，出来逛逛。姑娘，可否赏光同坐啊？快请坐，司徒大哥。谢谢。怎么了？有心事吗？看你愁眉苦脸的。这都被你看出来了。我说来话长。我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。啊，姑娘心中有事，那只有等，只有等迷雾散了以后，一切就都清晰了。是啊，我现在也只能等，别的也做不了，只能希望快点有好消息。但是你要记住，无论遇到任何事情，我一定会支持你。谢谢你，司徒大哥，你真是个好人。那我今天就请你吃馄饨吧，保你吃个够。哟，真的呀？真的呀，老板，来两碗馄饨。哎，不行，要四碗。五碗馄饨，五碗。好，五碗，你吃得了吗？我又不吃，全都给你吃。都给我呀？对啊，让你吃胖。行，我一定努力。那你得跟我一起吃。你要去哪儿？我刚想起来有点事情要交代巧云，让思恒去就行了。啊，哎呀，我脑子不好使，我早就交代过了，交代过了。坐吧，喝口茶。我不渴。不渴？这看来白天的茶没少喝啊。什么白天的茶？青州就这么大点地方，我都知道。你跟其他男人在茶楼喝茶。你说司徒大哥，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，你别误会。你叫他司徒大哥？对啊，他比我年长几岁，我叫他大哥有什么问题吗？
你堂堂一个郡主，又是将军府的少夫人，你怎么能随便叫一个别人大哥呢？你这莫名其妙的，我叫他大哥怎么了？你不会吃醋了吧？开玩笑，我怎么可能吃醋呢？我是担心你的人身安全，知道吗？我能有什么危险啊？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，他连我身份都不知道。 他要知道你的身份，那叫易如反掌。那即便他知道了，他也不会有别的意图啊。总之，你给我离他远一点。你这人，司徒大哥为人谦和、热心又友好，才不像你呢，冷冰冰没朋友。我在你心里，就是这样的。 我刚刚是不是说的有点太过分了？嗯，确实有点过分。等一下，你们少爷是不是让你调查思妍的事情？对啊。调查的怎么样了？哎，算了，他不让你说，我就不为难你了。那你去找少爷吧。嗯。 属下已经布置好了眼线，专门跟踪此事。一旦发现思妍的动向，随时报告。此番敌人来势汹汹，必须谋定后动。传我的话，让阿柔盯好青龙寨。青龙寨最近越是安静，越要盯紧了。是。还有，要抓叶灵霞的人，此人一旦出现，务必将其抓获。是。 少爷放心。哟，这是谁呀？思恒啊，这个，你看，这漆都掉了，快去找人啊！你是在关心调查进度？ 是在关心我？我怎么可能会关心你啊？我小丸子最关心的那可是除暴安良、匡扶正义，是不是？是。思恒，哎，如意楼最近来了新厨子。是，我听说有红烧排骨、西湖醋鱼、蟹黄豆腐什么的。嗯，幸亏我来了。 不然你这一桌子菜全都浪费了。少爷，这鸡不错啊。嗯，这排骨就是。少爷，郡主，今天的饭菜是否合胃口？嗯，太合胃口了，尤其是糖醋排骨，我天，好吃的我都要疯了。嗯，少爷，我有话对您说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 不用管他，他就知道吃。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，应该是盐帮买通青龙寨，再抓叶灵霞。我倒要看看，这猫抓老鼠的游戏，他们能挺多久？信任我就说信任我，把我说的跟饿狼一样。嗯嗯。喝酒，喝酒，喝酒。 司徒大哥，少将军，郡主，司徒大哥果然知道我的身份。司徒会长，久仰大名。好巧啊，司徒大哥，你也来这里吃饭吗？是啊。不打扰二位了。哎，哦，对了，3日后青州商会举行庆典，不知二位可否赏光？什么庆典啊？ 这个是我们青州的一件大事，我们青州虽然是军事重地，但是因为安逸，有很多商人愿意前来做生意，所以到时候他们一定会来。郡主，你也一定要来啊！到时有很多好吃好玩的，还有表演呢。真的吗？
我一定会去。二位的请柬我已经派人送到府上了，回去记得给我请柬。请司徒会长楼上雅座。哎，听见没有？请。回去记得把请柬给我，听见没有？打我干嘛？你请柬呀！疼！知道疼啊？我当然知道疼了，别打岔，把请柬给我。就那么想去？当然想去了，你不想吗？这庆典年年都办，我早就看腻了。再说，哎，你不是从小在青州长大，你没看过？我还真没去过，这都是你们有钱人去的活动，像我们这种穷苦人家哪有机会去？你是想去庆典，还是见那个司徒？都是，人家既然请我了，我为什么不能去？你现在的身份是郡主，你现在却容易露出破绽。正因为我现在要扮演好郡主，所以我才更要去啊！不然人家请我我不去，那更容易引起怀疑，更容易出破绽，不是吗？乔云，你给我准备一套衣服，庆典穿好。没事。少爷，有件事儿我不明白。什么事儿啊？盐帮的事情，阿若已经查到，司徒里似乎跟这有关系。直说。郡主近来和他走动频繁，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呢？他心思单纯，想不到人心会那么的复杂。再说盐帮的事情，他知道的越少越安全。其实少爷，你大可以告诉郡主，你不喜欢他同司徒来往，你就说你吃醋了。你别生气啊，我多嘴了。我有吗？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？我会不喜欢他跟司徒里来往吗？少爷，你不用跟我解释。梅思恒，我最近发现你总是惹我生气。我惹你了吗？先错慢错，都是我一个人的错，我就不应该说出你的心事。你的错，你的错。总之，你给我盯紧他，务必找到证据。是，还笑啊？跟我嘻嘻哈哈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嘻嘻哈哈，不办正事儿。有吗？我有吗？我是那样的人吗？母亲大人，真是雍容华贵，气度超群啊，不愧是梅将军府的女主人。你爹平日不喜欢参加这种应酬，咱们母子俩出去，那代表的可是梅府的门面，可不能让人小瞧了，不是？商会庆典，难免有京中的贵族会出现。但愿他们能看出来我儿的一表人才，解决你的终身大事才是我的目的。谢谢娘。哎，娘，老三和郡主不会去吧？我已经托府里的丫头打听了，郡主有意要去，那梅世清死活不肯。哼，只要那头倔驴不去就好说。娘，时候也不早了，咱出发吧。走吧。娘，你慢点。这看你打扮起来呀，还真挺像那么回事的。但是这三少爷不去，有没有关系啊？我们都说要去了，这硬着头皮也得去啊，不然多没面子。但是我这个心里面就像有一面小鼓，老是在那儿敲啊敲的，我放心吧，我们过去之后
打一圈招呼就走人，不会有事的，走吧。花枝招展，说什么呢？不好看吗？打扮俗气。你以为你这样说我就不去了吗？激将法对我没用。骏马爷要跟着一起去吗？不去，浪费时间。乔云，我们走。哦。来这么多人物。哎呀。夫人和二少爷大驾光临，有事远迎啊。免了。今日是青州商会的大日子，司徒会长事务繁忙，不必为我们太费心。看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只是想问，三少爷和郡主没有一同前来吗？事情平日不喜应酬，郡主自然是不便前来的。好，郡主，司徒会长，二夫人，二少爷。郡主大驾光临，真是让我们青州商会蓬荜生辉啊！司徒会长客气了，这里的盛况果真是名不虚传啊！哪里哪里，郡主，要不我带你逛逛？好呀，请。你看啊，这边这座山啊，不，他怎么来了？他要是今天出了风头，那不等于给梅世清脸上贴金吗？那他要是丢人，丢的也是梅世清的人啊。有谁知道啊？这司徒里你怎么？走走走，去看看去。走走，一定要算账。大家注意了啊！首先，欢迎大家来到青州商会，这是鄙人的荣幸。往年参加庆典的都是我们这些人，今天郡主来了，可热闹了。二夫人说笑了。大家都知道，每次庆典呢，都会请一些有才华的、有学识的人来给我们题词。这往年都是你二哥题词，今年应该还会是他。那这一次啊，也不例外。可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这一次请到了郡主。大家都知道，郡主啊是我们京城第一才女，这一次就请郡主来为我们题词，好不好？素来题词的都是二哥，我初到青州，对庆典也不熟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由二哥来题词。这说的还行。我觉得呀，历年庆典都是二少爷题词，我们今年让二少爷休息休息吧。啊，是不是，对啊，都翘首以盼。郡主啊，您就不要推辞了。是啊，没错，大家欢迎。郡主，别推辞了，请。郡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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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。锦瑟和鸣，方成雅士。我与郡主一块儿题词。我想把你画
在心间，我想把你搁在唇边，我想把你捧在手心，在你发现前能把梦倒回点时间，好像有点苦又有点甜，只希望你在身边，心里装着你是最美的画面，不顾一切勇敢一点，你在我的世界，繁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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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你不是说不来了吗？我不来怎么看你丢脸？司徒会长真是好雅兴啊。啊，这是我的战利品。有何说法？啊，这是商会保留项目，我们叫它为商有道。做生意嘛，讲究的是公平，为商有道。所有人无论身份高低，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实力抢到花魁。凡是抢到花魁的人，就可以得到一年的好运。好运？会长还信这说法？当然了，我还要把这好运送给郡主呢。啊，郡会长，这是既然这么好玩，不如会长陪我玩一玩如何？三少也有这个雅兴，自然要把这好运气送给我的夫人。恭敬不如从命。等我。哦。男人之间除了争名夺利之外，那就是女人了。你说呢？司徒会长关系不错，天南海北的经商，当然要学点功夫防身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得罪了。是吧？三少武艺高强，在下佩服。好，只是一场游戏罢了，世青你何必下这么重的手？是啊，世青，你下手太重了。你胜负心怎么那么强呀？本来挺高兴一事儿，你看看你把司徒会长都打成什么样了。拳脚无情。也多谢司徒会长的好运气，承让了。哪里哪里。
哎，郡主，郡主，郡主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你误会少爷了。我知道你不喜欢他，那你也不用下这么重的手吧。我不是故意的。那你就是有意的。哎哎，郡主，少爷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你怎么不跟他解释呢？不讲理，回府。你堂堂一个少将军，居然对一个平民动手，难道就是因为你不喜欢我跟他是朋友吗？我用性命担保，事情根本不是你看到的这个样子，而且那个司徒林，他根本不是什么好人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司徒林。闭嘴！司徒林怎么不是好人了？你说清楚。这里没有你们两个事情，都给我下去。哎，你还没说完呢。不是。你到底为什么觉得司徒大哥不是好人啊？你就这么关心那个司徒林？他是我朋友，我自然关心他。你又为什么把他打伤？既然你认为是我打伤他的，那我说那么多有用吗？明明是你做错了事情，你还这种态度，你太令人失望了。有句话我得提醒你。什么？司恒说的没错，你离那个司徒林远一点。我难道连交朋友的权利都没有了吗？有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他的生意不太干净。我才不听你说呢，他是我的朋友，我相信他。就像我偶然落入你的天地，如花般美丽，是因为有你。倒转时光，会不会再相遇？此生最美的风景，是穿过月光的雨。转转落在你掌心，越遮住了越斑驳了我珍藏的记忆，浅浅心意舍不得落笔，越伤过心越下泪滴，是我在思念你，对着月光说我的你。等夜来唤醒银色月光里，谁捉着萤火倒影结伴而行，我的你。